嘿，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牙口电脑呀，小铃铛打个招呼。嘿，小伙伴们好，我是小铃铛。好嘞，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介绍我们的自然地图依旧是100倍掉落生存记。嗯，感谢小伙伴的收看。上一期是我一个人经历了那个自闭，寻找那个蒙眼星的那个地牢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那个什么，咱们所需要的那个氧气背包啊。这一次的话，通过那个小铃铛的帮助，咱们找到了那个什么宇宙商人啊，找他兑换了很多的那个什么宇宙大礼包啊。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宇宙大礼包给他开出来那个氧气背包的那个制作图。啊、我开到了，我开到了，这么快的，我的天！哥，你看我是不是好运气？养哎，这个星球什么培养基这个东西，好像暂时没怎么用。氧气背包有了，然后这里我这还有那个什么喷射爪钩的那个图纸，以及那个气体提炼器，这些都要一张就可以了。把它解锁之后，那个我身上的材料也差不多够了。解锁的话怎么解锁啊，哥哥？把图纸拿在手中右键。那我刚把图纸全丢了，我先多做一些那个压缩氧气罐，好像我背包里面有压缩氧气罐有了，然后再做那个什么气体提炼机，对，这个东西还需要蒸木木板。蒸木木板的话，把这个什么这个东西无叶蒸木给它分解一下。哦，还差，直接丢出去吧，再来复制。好烦，这个复制把我背包都占满了，好烦。OK， 咱们这一期的目标就是制作出来这个氧气背包以及那个喷射爪钩。喷射爪钩的话还需要这么多东西。重力结晶的话得去打那个什么蒙眼修修，就是在那个蒙眼星的空岛上面会生成的。压缩氧气，先把这个东西给它放出来，然后那个给它提炼，下面放那个煤炭。煤炭呢？咱家的煤炭呢？箱子里面啊。哦，这有。黑炭应该也行。OK， 提炼出来之后，那个咱们就可以合成氧气背包了。然后咱们再去一趟那个有了氧气背包跟喷射爪钩的话，咱们就踏出了征服蒙眼星的第一步。对，顺便把我身上的装备给他修一下，消耗了挺多耐久的。怎么修装备呀，哥哥？用这个修理台呀，你要把装备给取下来呀。没有修理的材料。钻石啊，他需要的材料就是啊。钻石我们好多哟，嘿嘿。OK， 看一下这边应该已经提炼出来了，再用那个什么空的这个什么压缩氧气罐给它放上去。再给它撸下来吗？这个老王你走开，老王。哎，怎么还是空的？压缩氧气罐空。等一下，等他那个灌满。他得自己灌哎，对啊，冒泡泡呢。这里需要点时间的。灌满他到底有多少格啊？哇，哥，他这里形成了一个保护层哎。哪里保护层？你看，是不是雾蒙蒙的？没有啊，我这啥都没看到呀。你从这边走过来，从这个地方往后走，对，再往后。没有啊。你看不见吗？你是出现了幻觉吧？不是，我这边显示从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保护层，就是从你做的那个。这里多少个灌满啊？这里还在扣，他这还在扣。来吧，咱们暂停一下吧，顺便去一趟那个什么蒙眼星，收集一下那个喷射爪钩的材料。好了，我们回来了。
哦，差点忘了，那个，亲爱的小伙伴们，看我们的视频一定要记得四连啊，点赞、关注、评论、转发、推荐，你们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跟果当做视频最大的支持，谢谢。是的呢。好了，我先把那个什么氧气背包给它做出来，那个，咱们就还差那个什么推拉机械臂。那机械臂我好像没有看到图纸哎，推拉机械臂哪里需要图纸啊？你先做一个那个什么推拉臂出来。哦，等一下，这个氧气背包我多复制一下，然后存箱子里面。有了氧气背包跟喷射爪钩，还有那个什么喷气背包，咱们才真的是那个什么，踏出了征服那个什么梦魇星的第一步。是的呢。推拉机械臂，推拉臂，效果木木板、木棍和红色电能线是怎么来的？红色电能线用蓝色电能线烧一下呀。哇，还可以这样子玩的吗？电石。我记得还差皂，还需要那个什么焦油。焦油我记得箱子里面有。可以焦找油，一下。焦油会不会是在对面那个箱子啊？如果没有的话，咱们还得去那个什么地心世界打那个熔岩巨人。有加油，有加油，有加油！就在这，就在对面这里。材料够了先吗？拿一个吧。什么材料？还需要铁锭、小木棍，需要个铁锭、小木棍以及机械臂。我正在做呢，一会儿就做好啦。丢出去，丢出去，还差什么材料？复制一下。推拉臂。然后推拉机械臂，把推拉机械臂给我。你干什么？走来走去的。我找加油啊！我刚没拿加油啊。推拉机械臂，你人呢？你人呢？给你，我马上做好了。哎呦，我真的是被你气得没话说，真的。应该掉出来了吧？掉出来了吗？掉你个头啊！好，喷射爪钩做出来，咱们就可以先结束这一期了。来，这个喷射爪钩给你一个，你自己复制吧。哎，你好歹丢一个给我呀！丢一个什么？喷我射就这爪一钩，个，我被放满的。我的来吧，天来哪，吧，真来是。吧，咱们结束这期了。嗯，好的。好嘞，那亲爱的小伙伴们，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小伙伴们收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